好，这就是冷三十六。今天呢，我们在六湖。喂，这个是哎，这个是那个全校最丑新雅国中的阿幼童的同学，非常丢脸。好，你现在看到的这是油桐，他跟他同学。去做旋转木马，现在还是由我来拍摄，走。走到了出口，油桐。好，我们看到油桐了。都是那个360度高速回转的东西。哎呀，一看就感觉很恐怖啊！你们这样看可能觉得还好，虽然可能真的还好，不过真的很胆小。很多游戏都不敢玩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油桐们现在要上车了。看一下油桐，你看油桐了。This way。我们等油桐坐上车。坐后面。他们是坐这边拍不到他们，这边拍不到他，然后等他们飞上去之后，我们来看他。哦哟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
觉得跟地狱风火轮一样。这样我快死了。啊！张平会怕。我一直在那边说阿弥陀佛哎。来，我们还给油桶，我们还给油桶。好玩。超好玩。我手超痛。走吧，回去找他们吧。那我握超紧的，然后这个油桶的正宗冷泡茶，正宗的。啊，好好玩啊。业配业配。好，交给我。好，现在又回到我了。他们应该都还不知道我名字吧？因为我刚刚没有讲。你可以讲，我要白一下。现在我又逃，我们下去哪？回去找他们吧。我们回去找那些匪宅，没玩手机哦，真的是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挑战最恐怖的、最恐怖的游乐设施。刚刚都能拍，现在这个还是不能拍。